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明天352集。今天的话呢，就进入把这个魔方推出的汽车合体呢组合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从货柜来做一个开场吧。首先呢，中间这一块呢是主要的一个结合，我们把它给松开啊，它前后的结构呢就得以呢做一个其他的一个解放，从这个地方打开。再来的话呢，把上方这个部分啊给掀开来，然后呢脚的话呢可以从这里做个简单的打开啊，我两侧掰开就可以了啊。这个卡扣的话呢，虽然是看上去呢好像不是很大，但基本上是挺安全的。那松开这里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啊这个部分给松开来搬出来，然后呢先把这些部件通通的呢给往下面做一个翻折，通通往下翻，把它拼凑出它的一个腿的一个形象。这里啊翻出来，那这个翻出来之后啊，你只要看到能折的部分呢你都折一下啊，然后呢旋转一下，这个你就会发现呢它有一些缺口的话是可以对得上的。如果对不上呢，就是转到它能够，你看到没有，你就是旋转这个转轴。我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记它是怎么个变形法啊，因为呢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去记啊。然后脚啊这个地方翻过来的时候啊，这里啊底部啊有一个像是这个保护栏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把它往下面拉出来一点点，这个轮胎才能够藏到它的后面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脚底板才会是平整的。那么呢这一个昨天有特别提过，这个白色部件呢你要把它翻出来之后转到另外一侧去啊，然后的话呢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再翻到这个形象。好，接下来的话呢一样啊，是转动这个，你就去转，转到这个地方能够对得上，只要缺口能够对得上那就是对了啊，就把它给扣进去。好，到这里，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翻到另外一侧，可以翻到另外一侧，就这样。那这里不是有一个可以折的部件吗，你就看到什么能折你就把它折过去吧，然后呢这个腿的话呢这样就算 OK 了啊，然后把这个脚给放进来。那么呢它这个脚的这个脚趾啊有个替换件啊，如果替换件装上去的话呢它就只能够这样子收啊，所以的话呢就给各位提一下，这也不是很重要，你也可以从头，它虽然有附很多的这个替换部件，但你可以完全都不装啊，它是不装也是可以完成变形的，其实无所谓。好了，这个脚的话应该是转这样啊，斜这个角度。那这里就是一样了啊，这里首先看到这个能掰的就掰，再来去对一下有没有缺口，哎，这个是对得上的，对得上我们就把它组合起来，对得上我们就组合。然后另外一侧这里先把这个脚底盘这个脚这个部分呢给翻出来，然后呢这里做一个对折，这块部件往上挑或者说往下挑也可以啊，这里然后呢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合并。这里那记得这里是一个凸对一个凹啊，因为这个脚趾是可以替换的啊，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对称的两个把它扣上就行了。然后这里一样有一个可以反折的，折下来，然后白色这一块就是转到内侧去，然后把它整个往下摊。接下来一样啊，旋转这个部件你就去转，转到呢这个有地方，这个只要转到这个跟它的一个高度是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好啊，扣进去了啊，到这边，然后呢后面脚后面给各位看一下形象，就是这样。那个人形后面的那个就是这块板子啊，是藏到脚的内部去，然后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脚这样子就是变完了啊，这个非常的简单啊，脚的变形是真的很简单的。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裙甲这个地方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脚呢就能够往上缩进去了啊，这个空间终于腾出来给我们了。然后呢这个这个裙甲这个部分呢我转到侧边，然后后面做一个反折，这里也是一样转到侧边，这里做一个反折。然后呢腰部这一块部件啊把它往侧边推出去，就把它的腰给变粗，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连接的关节的，把它转到侧边。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轻松的把它压一下就进去了啊。这个呢是把它的这个腰部的话呢给变粗啊，一样把它给转出来，然后给推进去到这里。好了，那么呢我们的一个下半身的变形呢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镜头还是太高啊我们把这个镜头呢给拉高一点点，接下来进行它的一个上半身的变形啊。因为这个玩具毕竟是一个合体吧，虽然是小比例玩具，但是集合起来的尺寸也是蛮吓人的。好，翻到上面了，这里，那么这里提过了啊，从这个地方，昨天讲到一个倒钩的位置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往外抠一点啊，往外抠一点，哎，
这个倒钩的话呢，就可以顺势的把它从里面去滑出来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两侧给打开，那两侧打开啊，那这里啊，这里要先开啊，这个地方卡扣要把它给松开。如果你不松开的话呢，它可能会没有办法两侧打开，因为它这两个凸啊会把它给锁定住，所以后面这个裙架要先开。然后这里是可以拔掉的这一块啊，你可能变形的时候有可能会掉出来啊，这个无所谓啊，这个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两个地方就可以打开了啊。打开之后就接下来就准备进行手部的一个变形。那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看到没有？那可以往后面推，往后面推呢是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打下来之后，把两侧这两块部件给翻出来，然后再把它给翻回去。待会的话呢要做一个预备的一个结合。头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就定位了，然后后方这个位置的话是从这个地方先行一个打开。那这个手有可能会被拆掉，因为它的手的话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有可能是会松开的，这个地方松开。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钻出去，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给钻出去了。钻出去之后呢，拳头就把它给打正，这个部件往下放，然后这个部件是往外翻出去啊。那这里的话呢就昨天有提过了，到这边昨天是把它给转过来，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手臂啊这个地方先往前面推，转到前方来。然后你看到这边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里把它扣进去，转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呢这里本身这里有凸跟凹的结合，把它往下折到这儿，然后呢这个部件再往上翻啊，这个时候把它靠过来，这里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进去。好，那么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再旋转这个地方。那这里面这个卡扣啊，由于这里的关节有时候手臂往上抬的时候关节有时候比较紧，有时候会把它给带上来，这个是我手上这一款的遇到的一个毛病。然后这块部件啊是把它给折出去到这边，那么这一侧的手臂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那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先从这个地方啊，建议是先把这里给松开，这个地方，那因为扣的时候我们就扣得很紧。好，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胳膊啊整个的给这里翻出去啊，这里给打开。好，打开了啊，然后呢稍微往上折一下，翻到这边给各位看，到这边，那这里有一块部件啊，这里是有个凸嘛，我们要跟这一个做结合，这里把手臂给转过来，转到这里之后，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到这边，然后呢把它给扣回去。好，扣回去了啊，那这个时候这一块部件往后面折，这个往上翻到这里，这个部件再把它往下面这里翻过来。好的，那么最后就是把它给扣上去啊，然后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密合。如此一来的话呢，这一款这个汽车合体的这个本体呢就完成了。它从不对，应该是翻这样子啊，照它的一个翻法是缺口处是朝外的，到这边拳头转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所谓巨人的一个形象啊。那它附带了非常多的替换件啊，包括胸甲、裆部，还有这个垫肩以及这个脚掌，你不换也是可以啊，这个完全是看个人偏好，包括头雕呢也是看你的喜欢要不要做一个替换的。而关于它的一些附带配件的话呢，我简单做一些小示范好了因为呢我最后呢我还是觉得不要替换呢是比较好看的。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头雕呢是它附带的配件，换上去之后的话呢，它那个头冠的这个角的话呢会变成是头饰的感觉，而原本旧的头雕的话呢则是头上长出两只脚相信各位看得出来两者的一个形象是有个差别的。那这个替换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这个脑袋的话呢其实你只要用力一扯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呢就直接把它给掰下来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的这个脑袋呢前后的话给撬开来，这样撬开就非常简单的可以进行一个替换。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它原本的头雕了所以呢我就慢慢的把它给替换回它原来的一个形象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开，然后后方的这个球形关节直接的把它给往后面套上去，后方的话呢做个组合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肩甲我只装了一边因为这个肩甲的话呢你可以装在肩上，
你也可以把它补充在手臂的侧边。这个呢是它手部呢有三种变形的组合方式。那我的话呢是会比较偏好原本第一种的变形法，把它拆到这边的话呢，只是单纯的给各位做个示范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肩上的这个甲胄的话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拼凑的方法的。那你稍微做个简单的小变形之后啊，你可以看到你折一下之后这里有个凸啊，这个凸的话就是扣到侧边啊，这里是有一个凹槽的。那这个组合的方式呢是从侧边啊施压啊就能够把它给扣进去啊，上面这个地方没变到啊，这里它有一块部件，这里有一块部件啊，记得要把它给翻出来。这个这个部件的话因为比较小啊，有时候还是比较需要用到这个道具啊什么的啊，这个我们还是用一下好了，把它给翻出来。好的，到这边如果推不到位啊，就把它给好了，到这边OK， 从这然后侧边把它给用力的这个地方把它给顶进去， OK， 好，就扣到了啊。这个是他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摆放方法。然后胸甲的话呢，这个是他替换过后的一个胸甲，那必须用螺丝刀呢从内部把它拆除，待会的话呢我在镜头下面再把它给拆掉。再来是这个裆部啊，裆部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附带的一个替换件，那这个地方比较简单，它就直接的扣进去而已，我们就稍微扭动一下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替换啊。原本所附带的这个呢有紫色的透明件啊，我是感觉这个可能比较好看一点点，就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腿甲的话呢，这个呢是附带的，这是原本的，那我们的话呢也把它换回原来的一个腿甲。那从这个地方滑出来，可以看到就非常简单的一个组合方式，从这再把它给扣回去就可以。最后讲到脚底板的这个替换的脚掌啊，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扯到造型而已啦，因为它两个一个变形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把它转到这一侧这个地方呢反转一下一样是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啊。那我们的话呢还是以圆形的这个的话来做一个今天的一个展示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呢进行它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合体过程啊，就是把这些车子们呢给传到它的身上啊。那它的一个腿部的组合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把车子放在后面，一种是放到前面。那我们的话呢就按照它的说明书后方的这个盒子的一个形象来做一个组合啊，它上方呢都有这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如果你发现呢位置不太对的话呢，就稍微的把这两侧呢掰开啊，去把这个位置呢去对准了之后往内部给扣下去。那一旦上方扣紧的话呢，下方的一个组合难度呢就几乎是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它腿部的一个组合的方式啊。或许你觉得很扯，但是在我看来呢我真的觉得这个还算是有趣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货柜本身也是它的一部分啊，并非是不组合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个货柜的形态摆在那里，也就是说呢它也算是一种物尽其用的一个组合方式啊。货柜就是这个队伍的一份子啊，那么脚的话就这么简单的去完成了。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手部的变形。手部的变形的话呢，首先呢是要把这个角色的话呢给拿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稍微的去分开一下这个地方啊，这里啊这一块啊当初变形的时候呢没有变到位啊，这一块部件啊当时我是放这样啊，没有把它给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稍微解开一下，然后旋转一下，旋转到侧边这个角度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拔叉的啊，就可以把这个车子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尸了。那么手部的组合方式呢有三种啊，那我们刚刚呢有给各位讲解过一次，就是说把这个地方补满，用这个部件补满它之后呢就是整台车扣在上面，那这是属于第二种的组合方式。那我们今天示范的呢是第一种啊，也就是说它最属于它算是内部自己决定的一个组合方式哦，就是把这个部件往上扣，但是这个洞的话我们要稍微去对一下啊，就应该是这样吧。OK， 你就稍微去看一下，把三个孔洞的都对上，这样子就 OK 了。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就很简单了啊，这里有两个凸，就是扣这两个凸。那扣的时候是把这个车尾的话是朝向手臂，这样。OK， 这只胳膊的变形呢也就完成了啊。这个难易度呢，绝对比官方的这个 Combiner World 啊还要再更加的简单啊。这个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个角色的话呢给分开来，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旋转，这两侧，先把这个点打开好了啊，就简单的打开，我们只要能够转动到它的腰部就可以，哎，翻开，然后旋转侧边就可以拉开，拉开之后啊，看来我还是很暴力的进行一个把玩啊。然后这个手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是，把它给转回到内侧去，可能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突兀啊。到这里，好，应该是这样吧，跟平常的转法的话，我们把它给反过来。个人建议啦，就没有一定要照我这么做。好，到这边，扣上，然后呢，一样啊，是上方这里有两个凸。哦，不对，是中间的这个地方，中间这里它是一个啊，由于它这个卡扣的话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还有这个直跟横的一个分布，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去扣错了啊，因为它的位置的话呢，如果你扣错了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组合了，这个地方对准一下把它给扣进去。好啦，那么呢我们的这一款魔方推出的飞虎队的一个组合过程呢，就算是全部完成了。那拳头的话呢，我们就终于的超级机器人在组合完成之后啊，都握一下拳头表示说呢，我已经合体完成了。好，这是它的一个全身组合完成后的形态。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完全组合后的形态。那我是按照说明书背后的形象来做一个搭载。那刚刚在变形的时候呢，最后的时候呢，忘了跟各位提到了啊，这个地方呢，我刚才发现到它的这两块部件是要反折进去，然后的话呢，这里是有一块灰色的凸要扣进，要放进这个卡扣。一旦放进去之后啊，它的这个手臂啊，这一带啊，这个卡扣啊，就会扣得非常的紧。再也不会因为呢把这个手抬高的时候呢把这一块呢给掀开来了啊，一直玩了这么多次现在才发现这个卡扣啊不过也不算晚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大小尺寸好了，这个是魔方先前推出的这个阴霹雳。那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直观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官方 L 级的玩具哦。啊，其实说拿官方 L 级的玩具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尺寸比较可以看的 LG 啊，只好再去把 SS 的钢索给拿出来，两个的身高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那以小比例的玩具来说呢，这一款的组合后的一个样子的话呢，还是蛮有架势的。那它最大的一个毛病吧，我觉得就是这些拼装上去的家伙们呢，这个卡扣不是很紧啊，你这样往上一抬，有时候一碰啊，可能会把它给碰掉啊。当然它手臂还有其他的组合方式啊，各位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手臂的支持力度呢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但是平举的话呢就是可能再晃一下可能就容易会掉了。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然后头的话可动度也没有问题。最大的毛病可能是后面这个背包啊，这个背包的话呢是来自于汽车大师的这个腰身呢，它是一个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卡扣的，至少我是没有发现吧，这一块感觉好像比较松动一点点。后方的裙甲给各位看一下啊，我是以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收纳。那这两个车子呢收在后面呢，我会建议吧，平常你握的时候把拿的时候就干脆拿这样子好了，因为它的这个卡扣还是同样的毛病哦，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感觉是稍微有点偏松了一点点啊。虽然说不是非常容易掉，但是施力不当的话呢，因为它这个腿部啊还是很多片去包覆起来的，那有时候你稍微一推动它的结构呢稍微去扭曲到，可能就会有一个掉出来的一个状况。那么呢这款玩具的话呢，就是变形来讲呢主要还是变这个货柜吧，其他几个小成员的变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那对于我这种对合体来讲呢并不是有非常非常大兴趣的人来说呢，这一款主要还是变形就是简单，我必须有结果，可能就是在我来看这个组合在第三方的玩具里头啊，可以说是属于 easy， 可以算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款了啊。那两种造型替换啊，手臂也有三种变换，脚的话也有两种，还有其他的踢关键，你喜欢哪一个，这个的各位可以从网络上去搜寻它的一个相关的图案。那这一集的话呢，主要跟大家讲解它的一个货柜变形成机器人，以及最后
组装的几个小小的示范。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